粉丝提问：如果物资丢到地上会消失，游戏会怎样？现在的游戏中，我们可以和队友分享物资。那么，如果物资丢在地上会消失，会有什么变化呢？一，不会帮队友捡物资。在现在的版本，我们看到好东西自己却用不上的时候，我们会帮队友捡着，等碰面的时候给他。可现在物资扔出来就消失了，即使帮队友捡着也没法给他了。所以从此以后只捡自己需要的物资就行了。二，舔包要更加谨慎。这里说的谨慎不是提防敌人，而是舔包选物资的时候要用心，不能随意捡取。举个例子，敌人包里有 M416， 你把捡着了，可发现没子弹，这时候再想换已经没可能了，因为换出来的枪掉地上就消失了。其他物品也是一样，舔包要更用心。三，会关闭自动拾取。在现在版本，很多人因为想方便都会把自动拾取打开，让系统自动捡装备物资。可如果物资丢到地上会消失，那么大部分玩家肯定都会关闭它，否则很容易造成物资的消失。小伙伴们，你们认为还会发生什么呢？